面包，灵魂的滋味，异想世界，美食的诞生。每个不同文化的禁忌拥有不同的信仰故事，不同地区出产的面包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背景与来头。面包的美味是如何让人垂涎，让人心动的？周日早上11点，异想世纪，美食的诞生，就在公共电视。